个小子，你快走吧。哎，行，我先去穿上去。师傅，我家里这点事呢。你放心，你放心的。啊，谢谢。走后门走。Thank you.
智者怪物。朕以前一直给毛延寿封在狐狸，如今朕已经下了手谕，把画像制度给废除了，叫师贤把宫中所有的画像全部烧了。同时，朕一定要想办法把毛延寿捉回来，替你报仇雪恨。贤皇上，你是他。Thank you.
今看法师爷量力不得已，小臣愿代汉王守。既然这么说，这完全是汉王的不是，怎么能怪你呢？汉王出尔反尔，这分明是看不起我们匈奴国。左右，镇兵攻汉。臣中尚书实行口令，与
玉门关守将连夜派人报信，是战是和，请皇上立刻定夺，好让他们有所准备。依臣看来，于西为了一个嫔妃，大动干戈，不如就把昭君娘娘赐配给兄弟吧，和亲安宁。既然兄王只知道昭君娘娘是公主，我们何不将错就错，就把她当公主嫁过去，也不算是什么面子。混账！于是一国之主，连自己的心爱闺女都不能保住，还讲个话？是如此，可是不要说，让我再考虑考虑，明天早朝的时候再做决定。孙子，下去。
只要化石的头去就行了。